九一清空记者会，金曲得奖要爬山。蛇团体九一一昨举办庆功记者会，在庆功现场，他们第一次体验敲冰雕。是啊，今天就吃到瀑布冰道了，哇，好厉害！好了啦！出道七年，如今终于爆红，他们将在9月11号在台中圆满剧场举行售票演唱会。观众可以穿拖鞋的，就来看演唱会了，对不对？我穿比基尼，啊，那是你的个人私欲啦。真的可以吗？对呀，又是海边，那个音乐气场。不是他，是我。入围这届金曲最佳演唱组合的他们，如果得奖有什么打算呢？当然是夜店包场，有夜店。我想说健康一点，健康一点，我们去爬山吧。好，我们去就是爬山庆祝。娱乐动新闻，如果得奖的话，就去吃烧烤，这个比较容易达到。报道。